街上的雅竹街，哇，这个明星酒楼下面那就是石膏会堂了。今天小巴呢在前面红绿灯那里停的，行不去左手边去尽头就见到了，走靠左。这个就是竹社区中心，见啦，很方便的啫。这里前面那里呢就是小巴站，行不去靠晒左，你咪见到了。在这里近距咫尺，这个小巴黄大仙的沙田坳村的，是啦，很方便的啫。对面呢就是翠园楼，这里呢就是小巴站，你说翠园楼有落它会停给你啦，跟着行入来了，是啦，向前行，左手边就是这一座就是竹园社区中心啦。阿波的车泊在这里，他拎着音响入去会堂。这里就是荔园楼互助委员会，那个主席是关生，是的。哎，你好。你好。是啊，这里啦，唱机啊，吃饭乜都得啦。哎，他们入了会堂应该是。是，刚刚入。哦，好。嗯。这里呢就是竹园南村的社区会堂，哇，好正哦。哇，干净企理哦。哇！真係估唔到，化妝室嚟喎，男女都得嘅呢個啊！嗱，呢個化妝室嚟喎。啊，呢個就相間啦。係啊。搞下維修，去維修啫。樓底好高啊！哦，女化妝室嚟嘅呢個。在呢度。啊，呢度仲有一個啊，係。係。在呢度。呢個就男化妝室。哇！真係掂喎。哇，好齐全喎，好齐全啊！嗱，几好啊呢啲位置，喺度玩弹吉他又得，乜都得。系啊，我埋呢度嘅，呢度。哦，知，好正。啊，跳舞乜都得啊呢度。我楼底又够高喎。喺度会堂嘅音响啊，呢个就调音池嚟嘅。唔系你教教佢啦，点用啊？我都唔系识呢个，你话最好咧。有个投射添啊，好正啊！啲歌词打咗唔使睇电视啊，当只大电视啊。关生你拿你的机器，我会给你，整部机拿过来，只是 DVD 机而已。哦，那就行了。